Hello， 大家好啊，我是 Brian 小布。那今天呢，外面天气非常不好，所以今天就宅在家里面了。没什么事情，今天就跟大家随便聊一聊。Topic 呢，就是劳力士手表表圈的水究竟有多深？据我所知呢，目前我觉得是深不见底啊。可能有一些老鸟的话已经摸到底了，已经知道这里面究竟都是怎么回事了。我可能还不行，所以呢，我觉得是真的是深不见底啊。里面有好多事情，就是说可能是一般，不经常。玩表的人可能搞不太清楚，那我呢可能也就挑一些闲暇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所知道的一些事情。作为表友啊，如果大家有什么新鲜的所见所闻呢，也可以跟我讲一下，我们还是处于互相学习的状态。我今天说的这些事情呢，好像就是代表我个人的意见啊，如果你觉得要是不同意我的观点呢，没所谓，我基本上在这儿也就是说一乐，然后呢你们也就是看一乐 OK 啊。可能大约两个礼拜之前，好多熟悉的表友就已经吃瓜完毕了，就是一个我比较喜欢的一个表界的网红，叫大能哥。那大能哥打假的事儿，可能有一些人还不太知道，我就简单的把这件事情说一下。就是起因在于一个创业板块的一个网红带了一只彩虹迪在炫富。我能够买得起劳斯莱斯，我们现在的互联网时代了，还需要豪车吗？不需要的，租一辆没多少钱。但是当我往这一坐，我带着300万的手表，你觉得我买不起300万的车吗？还是买不起1000万的车呢？其实你带也就带了，炫富这件事呢，终究是招人恨的啊。我呢就被当今网络上头部的网红啊，大能哥给打假了，就说他这只手表呢，其实这块彩虹迪其实上面的彩虹宝石是后镶的，而且这只手表看起来也是感觉像是借的。但最后事情的结果好像是确实被实锤了啊，然后这个创业网红也是在网络被人群嘲，现在目前应该处于社死状态。当然我们说这种事情是他自找的啊，即便是再有钱的话，大家也应该夹着尾巴做人，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有哪个人在背后一直在看着你啊。那我今天想说的事情就是说，这种彩虹迪或者说这种改装表究竟算不算是假表。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觉啊，流通在市场上面的拼装劳力士其实是有很多的，不仅是这种我们这种平常人啊，一些明星呢其实也在玩这些拼装表。像之前我们说的那个啊，张正明先生六叔啊，他之前在拍卖那只迪通拿的时候，后来也被人发现这只表是拼装的。如果你要是问我的想法啊，拼装表算不算是假表的话，好听点来说的话，它不算是假表，但是也不算是一块真正的迪通拿6263。说不好听的话，我觉得即便如果说它不是真表的话，那它肯定是假表。那同理，对那块彩虹迪来讲，其实也并不能算是一块真的彩虹迪。其实我觉得啊，其实这个创业网红的原罪在于他在视频里一直就是带着这只手表逼逼赖赖的说自己的这只手表值300万，这样的话才引发了众怒。刚才也讲了，其实这种后钻或者是说拼装的表呢，在市场上流通的有很多。那相比于原装的劳力士来讲呢，这种后拼的劳力士呢，真正的价值呢会远远低于原装的。正因为如此呢，才会有很多的不良商家以次充好啊，也不能说以次，就是说以这种非原装的劳力士来装成原装那种比较珍贵型的劳力士，然后来谋取巨大的利益。那之前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啊，有一个人买了一只鹦鹉螺571百达翡丽鹦鹉螺，是 Tiffany Blue 的面盘。那后来他才发现，其实这个面盘呢是被人改装过的，之前呢好像是一块绿色盘的571，然后被后装了一个 Tiffany Blue 的面盘，然后价格就高了不少啊。当然这种骗局呢也是层出不穷，也是让大家防不胜防啊。所以我在这里面其实的目的就是说，给大家想买手表的人士提一个醒吧，敲个警钟，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有心仪的劳力士，并不是从官方渠道买来的啊，一定要找一个靠谱的鉴定机构啊。那我本身这个地方是在澳大利亚，但是澳大利亚好像据我所知没有太多靠谱的鉴定机构啊。我经常在网上能 Facebook 或者是一些社交媒体上看到有人在卖假的劳力士，但是会有一个真的一个鉴定证书，那我也不知道当时是为什么啊，反正我觉得可能是我们这边的鉴定机构都不太靠谱，所以呢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好介绍啊，这个地方有点尴尬了，想帮谁打个广告现在都打不出来。最好是能找一个比较权威的鉴定机构帮你看一下这手表，可能服务费会高一些，但是远远会低于你上当受骗的那些损失。 OK， 那这期呢我们暂时就先聊到这儿吧，下一期的话让我好好想想，可能聊的话题可能会有更多人关注，那就是公价买劳力士的事情，但是具体怎么聊让我先想一下。 OK， 那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喜欢我视频的朋友麻烦你帮我的视频点个赞，如果可以的话呢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OK， 我是 Brian 小布，我们下期视频再见。